韩国第一夫人金建熙的穿搭能力非常厉害，她在外交活动上经常能展现出精致的穿衣品味。近日，她前往美国参加 APEC 峰会，一身黑色西装套装展现出利落干练的帅气感，配以精致的版型设计，双排扣的金属点缀，尽显女性风格。而在接待意大利总统时，她穿着少见的紫色西装风衣，配色高级感十足，展现出出色的时尚品味和突出的女人味。金建熙已经成为了不少女性的穿搭教科书，每一次的亮相都能引发不少关注。